嘿，嘿，哥，哈哈哈不要，不，我歪了歪了，太刀了，哥，哎，探特，这是要打我的，不行，我的真的稳了。哎，你好稳哦，可恶！可恶，你不要靠一点点。我输了。真的就是每个人都突然开始瘫了，有吗？真的。快到了，看他。快，冲！快！可恶！被人追着跑，感觉很好。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我是被怪物追着跑？我这样很难过哎。很赞的。不好啦，被怪物追着跑不赞啊，一点都不赞。主要是青春期啊，会开始想要谈恋爱之类的啊，然后被女生追就觉得他是对我有意思。没有啦，他只是想揍你而已。手中的拳头可能对你有其他的，我不知道。他只是想揍你而已啦。抱歉，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这个。哎呀，怎么自己倒了？然后那时候我那时候有个很喜欢的女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真的也是玩得很开，然后干不行，不在，我不能讲。完了，没有，点点，我们刚刚没有在聊什么。没事啦，没有啦。等一下，下面我盖不到了啦，太高了啦，掉下去了。哇，大棒棒，直接倒了。两根大棒棒，欸，有人要倒了，三个要倒了，太多个大的了，倒了，我看不到下面。你不用放下面，你放旁边的平台就好了。对啊，你有平台就放平台啊，他是从平台开始算。你快死啦！不是说不要拖台前了，快死！你看我多稳啊！你要倒了！你看我有爱心了，就加血了，不行。好粗哦！你的上面的那个好稳哦。那我要讲了。巴士可以单人，可以啊，可以啊，大家可以挑战排行榜的样子。嗯，它有积分模式，你可以去跟人家尬。那个是后期才增加进来的。对啊，我们那时候想当时，我们小时候啊，什么都没有。小时候连这款游戏都没有。对啊，我们小时候这款游戏没有，没错啊。是没错啦。我没有瞎掰好吗？对呀。我要塞进那个方方的洞里面呢，还是哪里好呢？我看一下啊。哦，这边。哎，枪都不会。哎呦！哇，卡的歪歪的，有点怕。有点胖。有点怕，不是胖。谁？什么谁？突然想抓谁胖啊？太过分了！谁？现在对胖字很敏感哦。然后谁突然哈基？哈基就出现了。啊啊！出现了！哈基。你睡醒了？那好睡吗？有梦到什么？哦，不是哦。梦到一堆人在叫我是真的有人在叫你啦是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要怎么放啊小雨没装好傻眼呢繁星够了好嘞先开台看起来很瘦，我昨天根本就没有拍到我。欸，人家说你瘦。有啊，有拍到啊，为什么没有拍到？没有吧？有啊，点长进的时候啊。是啊。是啊。是吗？淡水做上半身，他跟我开台的时候是一样的。哦，是啦。欸，对啊。雨月够了啦。差不多。雨月，你看看我，再看看你，我用这根浪你。是这样的啦。这样，我觉得繁星应该多一个。两个吧。一个哎、欸，一个看不到最近看，昨天那个不知道会不会
好，我走。结果你在 DC 是不是？看一下兔子在 DC。我走。昨天穿短裤那不是我、啊。人家不在 DC。穿短裤是草蛇吧？穿短裤是草蛇啊，不是我。哦，看错了，你是不是觉得发现草蛇比较正，有没有？哇，草蛇很瘦啊。草蛇是很小、啊。也可以很瘦啊。就是小小的一只，然后瘦瘦的，可爱可爱的。娇小娇小的。对呀、啊。然后有点失控。有点失控啊！默默补一句，有点失控。好，我要讲到刚刚的故事了。就是那时候被追嘛，那就是追到上课钟声响了。白痴，哈基那时候上次在北投有看到你啊，你别气了。不要打篮球的那一个吗？我看到了。你们不要同时哈基，很恐怖哎、欸。等下不会转的那个大东西又出现，该给我啊！是啊，这啊啊啊！啊啊啊啊好，继续。然后啊，就追到上课钟声响嘛。啊，然后那时候我想说，看他就堵在那个教室门口，我要怎么办？嗯、啊，然后我就想说他手张开，然后想说用跳的跨过去。结果他打到我下面，好痛，好痛、哦！哇，我不知道有没有造成他的心理阴影啊？被摸过了，被摸过了，哇！而且不是摸，不是摸，摸家禽，而是摸到壳类，壳类啊！壳类，跟你讲，超痛。你们怎么盖这么快啊？怎么盖这么快、啊？哎、欸，真的哎、欸，快到了哎、欸！可是盖不上去啊，一直被风吹倒。啊！我全倒了。哦，我又倒了。我要怎么盖？记得这样给稳住，好不好？风好大！风啊，风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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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他没感觉。都会这样。为什么？我帮你，帮你，帮你。他已经倒数完了。呜嗡！打游戏。超可怜哦。补？为什么会补？繁星，你怎么没感觉？不是没感觉，很痛好吗？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啦。所以你当下有直接倒在地上吗？有。他还想说我在演戏之类的，他就走回教室了。重点他还坐在我后面。哇哦！我想说他在后面堵我就好，为什么要在门口等我？完了，这个白香大六六。哎、欸，搞不好问秋嫂，他会知道我喜欢谁哦。秋嫂那时候应该知道我喜欢谁。哦，那他那时候就跟你同班啊？同班啊？对啊，我们国中同班的。哎、欸，等一下，这这该怎么解决？这么解决？就降半。哎、欸，哦，好大！就这样办。好，就这么办。好，就这样办，就这样。他倒了，这么办不行。你看看我的才说不行啊！哎、欸，至少你叠上去啊。可是他下面只有一个支撑哎、欸。我的已经不行了。是你是黏着的啊。我的已经不行了，跳这个晃成这样要倒了，至少我还有第三名。哇，你是蛮乐观的啦。哎、欸，我应该放那个黑魔法的，临死之前要放一个。对啊。哎呦，下去啊！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倒了，结束了。稳的，稳的。人家想好好上课，好好上课就不会在门口堵我了，好吗？应该就早早回教室啊。没有，你知道在教室里面堵到人跟在外面堵到人是两回事。在教室堵到不能让他动手，在外面堵到可以動手。他可以拿笔戳我啊！他每次我因为我跟他都有近视，然后他都会说：“哎、欸，你都不抄完了没？”我说：“等一下。”然后变得就是老师就开始说：“为什么你最近开始你的笔记越来越潦草了？”
我也没有讲啊，讲就完蛋了。然后我就很无奈嘛，嗯，因为那个，因为他不爱戴眼镜，可是他戴眼镜很好看。等一下，那个笑声，重点是很好看，真的很好看啊！你看，聊天聊到我不知道插哪里了。那边不能放了，等一下，我旁边那边没啊，有宽度不够。好了，不谈了。好了，没了，没了，没了，就这样吧。然后他就会一直戳，好了没？好了没有？这笔记一开始就乱的，就用撇的。嗯。噔噔噔！耶！哦。哇，白金钥匙都是一，白金都一耶，拿不到第一名，干脆不玩了，这种感觉。其他我都不要，我都不要，只要第一。因为我记得我有阵子很讨厌玩这款，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我干爹害的吧？对啊，来欺负我。被欺负所以不开心。对，我就不想玩这款。啊，还有那个，还有鸡马也是。那时候不喜欢跟他玩鸡吗？那我可以欺负你吗？来来来来，欺负我吗？来来来来。哎你要在教室门口堵我吗？回到教室的年代。我可以打你下面吗？好啊。这听起来好怪哦。不是啊，这个问答听起来很怪啊。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快呢？怎么那么快？你说赢得很快吗？我说你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快乐？我想说带动气氛啊，对不对？聊天室的。哦，你知道吗？哦，我的耳朵！哎、欸、靠，要有那种技能哦。有啊。哎、欸，什么？干嘛？他飞走就算了，他飞走就算了。干嘛、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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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大。干嘛？干嘛啦？偷傻！你下去，你下去。黑魔法好棒哦！好，你们也来转一下。哎哎哎！哦，好，没差，没差，没差，我正方形，来给你转，你慢慢转。我开始不稳了。我倒了！有人不稳哦。我纸已经歪掉了。抵不上去啊！哎呦，还要慢慢斜下去，慢慢滑下去，再滑下去，再滑下去。啊，滑下去了！干什么？干嘛？走开啦！转一下，转一下。这样感觉比较有趣吗？对啊，这个。等一下，有人在踩车，踩车到了。快撞撞撞！开车啊！人要到了。没有啦，还久的，很晃哎、欸！你看，崩溃型玩家。有了，有了，有了！没有，没有，没有。可恶！来来，最后，来，人到了，人到了。啊？你说最后怎样？嗯、我把最后要放个问号的。来不及。哎，这些乖乖，追不到啊，烦心啊！小学跟中学，嗯，想一下哦，国小是几岁到几岁啊？国小八十二，哦，是六到十二，不是六到十二是国小，然后十三到十六是国中，嗯，十六到十八是高中，好像没有比较好。干嘛？你说豁出来吗？豁出来，豁，技能就喊出来，技能用喊的，要喊的，喊的会比较厉害，喊出来比较厉害。水泥，水泥 ，L， 七七七，七七七啊！啊塞，嗯。阿、啊、进，阿、啊、进，
哇塞！这是越盖越细耶，玩的。而且你们快到了耶，干到啥啦？到啥？啥？到啥？欸、对哦，这个是比这个的哎。哎、欸，你们怎么都这么快？那我要开车了。那、啊、我要开了，我要开了。啊！啊！可恶！感谢你提醒我啊，终于啊，哎呀，哎呀呀，真的，我终于拿到一把啦，真是太棒了。可是有人到了，没关系，没关系，哎呀，拿到了，哎呀，关台了，恭喜啦，恭喜啦，啊啊！只要讲赢的好累啊，我好坏。哇！好了，我们走吧，返回。返回。好啦，来啦，休息啦，晚安。休息啦，大家晚安。玩玩。大家再见。下班啦！谢谢各位来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一定要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再帮我点个订阅，一定要点订阅哦。好啦，感谢大家收看啦！如果喜欢就帮我点个喜欢、订阅、加分享，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啊！我刚刚忘了播广告。